你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希望带他去最浪漫的海岛游泳。哪一些热带海岛呢？每一个海岛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，比如说巴厘岛，它是世界冲浪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。我去潜水的话，我去过最漂亮的地方是马来西亚的香美纳的斯巴丹。帕劳的话，它有一个水母湖，它里面的水母是粉红色的，很漂亮。所以说每一个海岛它的特征都不一样。来，女生们喜欢哪些热带海岛？二号男嘉宾你好，我叫丁雨婷，来自安徽，然后我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珠宝品牌的美业老板。我的爱好很多，其中有一个就是旅游，他去过好多地方我都去过，仙本那的海岛，还有巴厘岛，还去过希腊的圣托尼尼。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小愿望，就是希望以后可以跟着我的男朋友一起去旅游，在最美好的时间，最美好的风景里面有你可以陪伴的那一种，有你可以陪伴的那一种。对，这个就是我在仙本那的那个岛上拍的。好漂亮。三号。大家好，我叫菊涵，我来自海南三亚。其实我就是一名冲浪教练。我非常喜欢户外运动，有冲浪啊，潜水啊。我唯独我真的是不会游泳，想问一下你，可不可以我教你韦伯冲浪，然后你教我游泳呢？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有空可以来三亚找我玩。好的。冲浪教练不会游泳，就是他有信心绝对不会掉下去。